真的，你看骑车，哎，不会曝光吧？你这样租下去，我不能对人家不好意思，我怕会被那个，就是会被就是检举之类的。但我这样应该不会曝光吧？那个，我们外面有人可以帮我作证。对啊，我要正面看才不会曝光，完全不会曝光。然后我跟你侧面就还会觉得，哎，就是可能有，万一有些人就比较就是用有色眼镜看你的话，你也会觉得，哼。怎样？可是我穿安全裤的，我告诉你，不会曝光，不会曝光。他，你很细心，是他连裤子里面都是那个毛毛。对他没有跟你客气，然后他里面还是有毛毛边，这就是不收边，这样就是你知道辣。黑色真的是超显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很表里如一的裤裙。对，表里如一，来看一下，骑车绝对可以当那个机车辣妹，还不会就是被人家就是曝光，很安全，穿的很 safe 的一件哦，好不好？然后还有一个。它其实还有白色，这个它还有这个颜色，这个姜黄色，给你们看。好。